我们今天做一道我们云南的红米线，把它煮进去，出锅。我们把它冻冷一下。哇，弄点辣椒面，放点辣椒油进去，放点我们自家的腌菜，放点烤箱，放点水进去，这个就是我们自家的腌菜汤，放点味精，出锅了。泡点腌菜汤进去，放点油辣椒，特别香。这是我们这边的红米线，你们有吃过的吗？那得香嘞，那开吃。好吃。